咪揾美國人？你唔好再屌老母！係啊！邊個揾美國人啊？叫你老母臭啊！叫美國幾時嚟啊？屌你老母！我好想知你點解咁嬲啫？老母臭閪！而家共產黨大亂中國，啲人係咪苦頭咩咁啊？叫你老母！你有冇聽過？仆街！叫你老母架閪啊！你有冇聽過低？叫你老母告我啊！叫你老母啊！唔係，我想知道咧。你睇你個衰樣啊，做唔到立法官，有冇人選你啊？唔家產啊！唔係啊，講叫你老母成班勾結美國人去推翻中國政府，屌你老母啊！邊個推翻中國政府啊？屌你老母！邊個推？我哋中國富強嘅，冇人帶領到中國，喺共產黨可以得唔得？屌你老母！点解你会相信咁样嘅？只有共产党先可以救中国，屌你老母！咁你唔翻仆街流氓，你屌你老母啲人渣！你翻大陆啦咁，点解你唔翻大陆生活啊？香港即系中国嘅，边听过啊？你翻大陆生活啦！我系中国人，你翻大陆生活啦咁。我系中国人，我系香港人，点解要翻大陆啊？唔系啊，你咁中意中国啊嘛？边间度啲都系中国啊？你边个含卵啊你啊？你凭乜嘢话我哋收美国钱啊？你有咩资？你有咩？你有咩资格啊？边个话自己做皇帝啊？因为你做球，我有我哋做球。